啊，对了，我刚才检查了一下，那个斩切刀有点钝了，你记得要磨好。哦。先这样吧，走吧。那。祝你精气神旺，祝你披财上衣，祝你胜利，祝你胜利，打出荆棘随风。恭喜你啊！吹个冠军，我给你吹个冠军。这个烂的。什么烂？再努力一下，再努力一下。哇，你们全国人啊！啊，不吹，不吹，不吹。来，接个电话，我妈打电话来。啊，好。你们先吃吧。给你一块。我拿这块了。啊，快吃，快吃。来，吹面吧，吹香。喂，妈，臭丫头，你这是上电视出大名了，把妈给忘了吧？我不给你打，你就想不起来我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每天梦里都是你。妈问你啊，晚上吃饭没有？吃了，都照你吩咐的，一天三餐，定时定量，很乖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鱼怎么卖啊？明儿再来吧，就卖完了啊。哇，你还没回去啊？马上收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是不是要跟那姓安的小子打擂台啊？啊，是啊。妈跟你说啊，咱们这比赛呢，可以不赢，但是人不能输。哦，我也不是那意思，妈就是希望你明天上电视的时候精精神神的，漂漂亮亮的。你做饭的手艺肯定比那林卫爵要强很多，这一方面妈对你充满信心。好了啊，我这样说瘫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打起精神。你也是啊，早点休息。